被你看出来。就是你就因为季后赛跟例行赛不一样，因为你例行赛赢一场球可能对最终的排名不会到就是很大的差别，但是你在季后赛你输一场球压力就很大，然后特别是我们的目标不只在季后赛，所以如果你现在不开始专注然后不用力打的话，可能就没有明天了。